好，不闹，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我身上这件 Evangelion 新世纪福音战士。只是讲到福音战士，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画，不止它的机体啊够潮，连剧情啊都带有一点少年漫画那种色色的氛围，就是动不动就会来一点福利画面。不过也是觉得很奇怪一点，就是当我自己年纪逐渐增长的时候啊，它就会慢慢开始去侵蚀你，最后变成一种信仰，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就只要一看到福音战士的周边啊，你就会想要，不知道什么。还有一点心境转化，就是我自己啊，小时候是超爱凌波凌，但不知道什么，长大之后就爱上了明日香。不过我们今天身为一个手作节目，其实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那就是要来组装一台 ROG 与 Evangelion 新世纪福音战士共同联名的二号机主题特别版电脑。Hello， 各位，今天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的老婆明日香。整个在外包装设计啊，给你满满的明日香，而且还有一颗电源，其实完全摆不下。我都看到这一颗。也是看起来超级帅，对不对？说真的，这些电脑零件啊，平常就真的只能在电脑街啊看到架上的摆放啊，望洋兴叹。尤其是我们工作室的电脑，近期啊连开 3D 的切片软体都会宕机，更不用说开 PR 剪片的时候，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的。此次也真的非常感谢 ROG 帮我们工作室的电脑直接攻顶了。这里啊，我也列一下我们工作室电脑配置，我想应该是非常有感的升级吧，最起码在剪片速度上面可以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细细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所有零件吧。首先，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一款 ROG Maxima Z790 Heroes 的主机版，它上面啊最显眼的绝对是这个 AT 立场的图案，对不对？那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CPU 的正角保护盖啊，还有内路服的字样，还有它上面红色阳极氧化处理的散热装甲、啊，也是非常抢眼。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啊有一个断开的图示，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动画里面非常常看到的一个部分。哎，这边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这边写了一个 Code 777。那这个 Code 777啊，就是在新剧场版 Q 里面凯尼霍吉那时候喊出来的兽化代码。然后旁边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片的镜面，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啊还没有插电，所以还不知道它上面的图示会呈现成怎样，也是让我之后真的非常期待。至于在整个主机板后方啊，它也是藏了一个兽化版二号机的图案。那这里就是在破里面所呈现的 La Beasto。モード反転、裏コード、The Beast。它为什么右上角有一个看起来像数字显示？哦，你讲到重点了。这个啊，就是 ROG 他们所谓的 Q code， 它可以以两位数代码、啊、来反映整个系统状态。即便是你完全不知道它上面数字的意义啊，在整个机壳里面也真的是炫炮到不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主机板上面有一个小按钮，这个 Q release 呢可以联动第一槽的 PCIe 5.0/16，实现玩家们啊来进行快拆显卡的动作。其实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动到这个按钮，如果哪一天真的需要按下去的话，就代表花钱的时候到了，要换。对对对。不过如果这边啊，如果有像橘子我这种有非常多硬碟需求的玩家们，我们可以透过 ROG 他们自家的扩充卡，额外再安装两条 M.2 的 SSD。这里啊，我们最高就能插满5条 M.2 的 SSD， 还有它全部啊都配有 QLatch 的免螺丝固定，让玩家们可以跟老人的螺丝们说再见。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到 ROG Strix GeForce RTX 4090这张显卡，你知道吗？它在重量上也真的非常的惊人。你看我手这么细，它这么粗哎。那我们就先来看到它这边的底面，上面呢、啊、还带有红黄橘绿黑这个非常具有二号机配色的元素，加上这次的风扇尺寸啊进一步的加大，所以比上一代还要多出23%的风量。中间呢、啊、还有全新专利均温导热板，它是带有洗消凹槽的导热板，可以有效的降低 GPU 的温度。最后我们这边啊来看一下正面部分，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印刷了明日香，真的很舍不得插进去。而且这块显卡售价、啊、也是真的非常信仰。它的概念啊大概就是我收藏的三尊二号机的雕像加起来的总价。接下来我们在电源的部分啊，使用了 ROG Solar 2 1000瓦的白金牌电源供应器，一样是作为 ROG 的旗舰电源，上面本身啊就自带有 OLED 的瓦数计跟 RGB 的灯效，里面配有的编织线材啊也呼应了二号机的配色，加上它整个银黑色的外观啊，还有充满 AVA 元素的警告标语，是不是就让人觉得有非常强烈的故事代入感呢？不过介绍到这边啊，其实就是我自己真的已经非常手痒，所以我们就赶快组装起来，见识一下这是 ROG 跟 AVA 联名的大全配完全体到底是什么模样。
like I'm gonna cry. She asked me why. Over the cliff and phantom sand, she's always offering me her hand. I hear her come through the echo. Everything that she sees shines in the sky. Up there shine. When your belly's wrong, put down the phone. When you ask for bread and get a stone. When you feel like you're alone, listen for me. Through the echo.好，各位，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次电脑的组装任务了。其实我自己真的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这辈子啊有机会可以组一台这么高级的电脑。这个巨大的机壳啊，就是 ROG 在2023年重磅推出的 Hyperion GR701 的机壳。此次限定版的涂装啊，在前面十字的金属交叉杆啊，真的非常有二号机装甲的感觉。而且大家看它旁边侧面这边啊，四条荧光绿的条纹，呼应的二号机四眼机的一个形态。欸，它这个机壳侧开的玻璃嘛，是做磁吸式的。其实在它整个开合的手感啊，真的蛮像我们平常在开关冰箱的感觉。不过这边啊，我想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一个小小颗的全息投影电脑风扇，对不对？
因为我想只要是 DIY 电脑玩家，应该都是会以实用性为主，然后再来加入各种光害，对不对？而这次的风扇改造啊，不止维持了它的实用性，还让我们的光害效果啊进一步的升华了。这里因为快门速度的关系啊，大家会看到风扇的残影，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肉眼看的话，是完全正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它这个风扇啊，其实是顺时针转，跟一般我们电脑风扇逆时针转是不太一样。所以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我们特别利用了反向叶片，来让它的风啊可以保持它原本的方向性，而在它的排风效果方面啊，也能维持它一定的效率。而且因为主机板啊，它是一个金属红的颜色，对不对？所以在这次我们的外观上面啊，为了符合一样的调性，所以也是使用了金属红来进行喷涂。不过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它这个风扇啊，其实是可以做到裸视 3D 的效果，但我自己还没有斜杠到能制作出裸视 3D 的动画，所以目前啊，我还是自己自制的 2D 的动画在这个风扇里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真的蛮有趣的？而且在 DIY 上面也不会到太难，说不定未来啊，真的哪一天会有厂家推出一个全息投影的风扇。毕竟现在 RGB 了不起就只能像这种彩虹般的渐变的一个旋转，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能自定义出自己想要的动画在我们的风扇上面的话，一定是非常的好玩。不过如果大家这边啊想把光害加好加满的话，其实在它的机壳外盖啊，一样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全息投影的效果。不过我觉得这种改造就比较鸡肋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功能性之外，又造成我们空间收纳上面的负担。接下来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前面还没有介绍到的部分。首先就是在 CPU 方面啊，使用了 Intel 的 i9-13900KF。不过现在刚好是13代跟14代交接的时候，所以这种时候换 CPU 还真的是蛮尴尬。至于在记忆体的部分啊，使用了金士顿的 Fury Beast。那我怎么会选择这一支 RGB 的 DDR5？ 是因为它的名称啊，真的非常符合我们兽化的二号机。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LCD 的萤幕，它上方的两端尖角啊，有做出头部界面装置 A10 神经的连接器。在动画设定里面啊，就是透过这个神经连接来启动并操作 AVA 的。然后在下方这边啊，它还有写一句台词 ：“I can save the human race all by myself。”就是在动画中新剧场版破里面，明日香表示保护人类，只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实用的功能，就是它这个 LCD 萤幕可以自定义的显示出它的 CPU 的温度啊，或者是 GPU 的温度。像我自己啊，就常在萤幕上面啊去监控我自己的电脑硬体的状态，但这样的话其实会蛮占我们自己萤幕的版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自定义的方式啊，来将我们所需要的数据去投放在这个 LCD 上面，就不会占用到我们电脑萤幕的版面了。然后在左侧这边原本的散热铠甲啊，它就交替的闪烁出明日香跟二号机的剪影。然后在整个主机壳右侧啊，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二号机的图示。接下来就在显卡这边啊，12伏 High Power 的线上面啊，官方这边也很贴心的给你一个充满福音战士风格的扣具。然后在下方这里啊，只是这次联名的显卡支架，这里玩家啊不需要任何的螺丝工具啊，只要轻触按钮就能进行简单的升降。不过我自己觉得它这个显卡支架如果翻到侧边来看的话，真的蛮像二号机肩膀上面的拘束器的。那在前面的面板一样是可以透过 ARGB 三 pin 的接口，利用 ROG Armory Clear 啊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色彩模式，可以做到一个色彩上面的变换。像是橘子我自己啊就非常喜欢这个彩虹的渐变效果，所以就整个就是以彩虹的模式来进行常驻。然后在最底部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电源供应器，只是我们在装上它整个外罩之后啊，它上面非常有特色的外观啊就被挡住的状况。但我自己真的超喜欢，就是它刚开机的时候啊，有跑出一段电源充足的小动画。然后前方的外盖啊，我们这边也可以拉开啊，去进行一些小工具的收纳。那最后我们来到影片尾声，来看一下这个摆在桌上的限定版的电竞键盘滑鼠组。它在键盘的外观上啊，采用了一个铝合金金属的材质，并搭载了 ROG RX 光学机械轴。然后在键帽这边啊，上面的图示啊也是有重新设计过。但其实我自己真的非常舍不得使用，因为像我们长期打字久了的话，会担心说用久了啊是不是会造成污损的问题。不过这里啊大家就不用担心，因为连键帽啊官方都有另外发售，所以未来啊大家如果想换新的话，也可以全部更新一轮。加上除了上面的配置之外，它这次啊还有练一些有趣的键帽啊，可以进行替换。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滑鼠，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点像米奇，对不对？这个配色，对你讲的好像很童趣。这次官方还有推出专属的纸滑贴，大家也可以点缀一下。最后此次套装啊，最亲民的价格绝对是铺在桌面上的这张滑鼠垫。大家如果担心如果桌面太硬啊，平常开箱模型会刮伤的话，其实大面积的滑鼠垫也是非常好用。不过我记得去年是初号机，对不对？然后今年是二号机，那明年该不会又是零不零的零号机配色了吧？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分享。最后也别忘了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
次见，拜拜。我以为穿这样会跟名字箱一样可爱，上礼拜去博尔园嘛，穿这样。然后嘞，穿啊。然后我也觉得，以前都是只能接那个 SATA 500G， 他现在动不动就是一 T、两 T、四 T， 而且一 T 还没有人卖，现在大家都买两 T， 因为一 T 的话，你在捐 Fold 的话，大约是可能2500吧，2500到3000之间，但是你买到二 T 的话，只要3500、4000就有了。不过我觉得以 CP 值来说，我就是配到二 T， 我觉得比较符合性价比。你没有明日想穿那件衣服的空间？哪一件？有啊。都舍不得拆、啊，都舍不得拆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是阿鲁达，然后阿鲁达放在盒子里面，它就是已经有一个透窗的效果，所以那盒子我完全就舍不得拆。在那边，那边放在最上面有一个明日香，二号机的后面，二号机雕像的后面，这边后面。嗯，那有没有看到一只明日香？有啊，有啊，那只放在盒子里面，因为它就是已经本身就透明盒，所以我就舍不得开。那一只很特别，那一只一开始我买不到，然后之后还有再版，然后就买到了。它刚出的时候我还在念书，所以买不起。哦，所以隔很久才再版。哦、嗯，有一点久，有一点时间。啊，所以那只是那个衣服破洞还是紧闭？对 ，Sega。脸看起来不像。因为是 Sega 嘛。肥肥的。Sega 嘛，价钱还是有差嘛。好像没有了。剩下的都没拆了，全部都在盒子里面了。